哎，看个神奇的，这个外屏你是可以刷视频的。刚发布的 Motorola 竖屏折叠手机，一起开箱看看有什么特别。哎，是这样开的，先快速的过一下配件。这两块是透明的塑料手机壳，这里是三方凭证还有说明书，剩下的就是33瓦 A 口充电套装。来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后面。哇，最早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的后壳就是这样的。先看折叠屏最重要的部分，铰链。Moto 采用了第三代轻轨转轴技术，折痕方面表现不错，确实看不到任何折痕。不过用手摸还是能感受到的。正面是块6.7英寸支持120赫兹高刷的护眼屏，同时可以指定游戏设置高达144赫兹的刷新率。外屏在竞品里算大的，2.7英寸 OLED 屏也提供了像查看天气、追踪快递、快速拍照这样的小功能。你甚至可以在外屏打开任意应用，玩玩小游戏、刷刷视频，跟别人还挺不一样的。处理器方面，最新旗舰新骁龙8 Plus， 影像上则是5000万像素 OIS 大底主摄加3200万像素前摄。充电方面，33瓦有线加3500毫安时电池，这确实算小屏折叠的一个短板。不知道大家现在会考虑用折叠屏手机了吗？